对你来说，自律容易吗？很难还是很容易呢？多数人其实都认同，很多成功的人都有自律的习惯，因为他们的自律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成功以及机会。因为我们如果跟那些丢三落四人相比啊，大家更愿意跟那些说到做到人合作。这些是我们所知道自律所带来的好处。但是我们知道自律这么好，为什么常常做不到呢？因为有更多欲望拦阻着我们啊，包括像美食吸引我们，使我们很难维持身材，而为了追剧，使我们不得不熬夜看剧啊。所以自律容易吗？其实真的不容易。那自律的本质，我告诉你的是，它是更大的欲望哦，只这个欲望看的是更远的将来，更好的自己。例如半年后你要开始拍婚纱了，你会为了让照相时候自己好看，自动自发的缩衣节食。也包括如果你现在创业了，你为了让公司业绩成长并且发出薪水，你会自律的规划客户的拜访行程，诸如此类。所以自律其实是追求更大的欲望啊。过去我们很难自律，其实有两大关键，分别是第一个，看不到与不知道。看不到目标，看不到方向，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要做，不知道方法，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，所以因此就开始拖延踌躇。我是阅读人，为你开了一门线上课，它名称叫做高效阅读有效输出，学习实践知识的技术，在短短一天就达标 100%， 并且确定开班咯。这门课将与你分享所有知识的策略应用，更要帮助你有效的养成自律的阅读习惯，从看得到成果让你愿意继续做下去，并且懂得知道策略方法，也让你享受在这当中，让你踏实地把知识学以致用，成就更好的将来，也遇到更好的自己。所以邀请你跟着我们一起成为数位时代有策略的阅读人吧。